平常呢有机会打球，但是没有机会看他跳舞啊，可以一起来一下吗？是吧？好，你跳我就跳。因为我好像有好朋友来到现场。真的假的？林书豪啊，平常呢有机会打球，但是没有机会看他跳舞啊，可以一起来一下吗？是吧？好，你跳我就跳。还有一个男性的朋友，李现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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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李现，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杰伦哥的演唱会。我想借这个机会跟杰伦哥表达一下我的爱意。我是您22年的粉丝，然后在我小学的时候，这首歌叫《双节棍》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听你的歌，哇，什么感觉？就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歌还能这么唱。龚俊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杰伦老师好，跟红哥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，又高又帅。哇塞，我有点激动，那个。非常开心，然后我也喜欢杰伦哥很多年了，从初中开始。然后呢，然后我非常喜欢一首歌，叫做发如雪。红尘最微醺的岁月，不用无悔，不用喜爱你的悲。哇哦，谢谢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。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单碧红。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。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。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，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